今天我们很高兴，我们今天有很多爱心的人坐在这里，还有爱心的人有特别的技能。这个 Q Band， 他有支持我们好心人基金会的活动啊，他也协助我们在这个 donation 上面是吧？啊，那么他们今天从南边特别赶来，希望跟这么多的好心人一起共度今晚，所以他们要把他们所 美妙的歌声要带给我们。现在我们欢迎Care2Help，谢谢，谢谢。甘志明会长，各位来宾，各位乡亲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Q-Man， 中文名字叫做老Q乐团，是我们这一群年轻的中年朋友，在粤语之下，由我们的团长王明章领导。 以至于于人慈善为怀的精神，经常参加退休团体以及老年老人中心的活动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能有机会应邀参加好人基金会慈善晚宴的盛举，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七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，希望大家能够热烈的与我们一起 唱出一个快乐的晚会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老Q乐团要特别感谢我们国民旅行社姚兄工作团的音响设备资源，谢谢。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，是从70年代就开始流行于整个全球华语的乐坛歌坛，到现在还是大家的最爱。 由邓丽君唱红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 Thank you.
上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谢谢谢谢，希望啊我们没有砸那个邓丽君的锅啊。接下来我们的 superstar Jeffrey 呢，要为我们演唱一首好好听、好好听的歌曲，叫做《绿岛小夜曲》。这一支曲子呢，我们要请唐代君唐老师笛子伴奏。1920年由一位南非的音乐家作曲，一直到1960年才传入到美国来。真正发扬光大的时候是在1995年，迪士尼乐园把它选作 The Lion King
的主题曲。现在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曲 The Lion Sleeps Tonight。唐代英老师要为我们做二胡的伴奏，《小城故事》。